常州特产有哪些？常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，是旅游的绝佳胜地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常州有哪些特产吧。一、金坛雀舌。金坛雀舌是常州特产之一，其形如雀舌，条索匀整，色泽绿润，扁平挺直，冲泡后香味清新。二、毛尖花红。毛尖花红也是常州特产，其入口爽脆，肉嫩无渣，甜酸适度，色香味均为其他果品所不及。三、羊湖水蜜桃。羊湖水蜜桃是常州特有的水果，羊湖水蜜桃属绿色无公害农产品，并荣获省优质水果金奖、市名优农产品、市新的过产品等诸多荣誉。四、建昌红香芋。建昌红香芋也是常州的特产，它属于绿色产品，口味独特，营养价值高，具有益胃宽肠等功效。另外，常州还有胶西顺溪猪肉、群鱼献花、常州稻草鸭、龙泉印泥、常州糖醋小排骨、金坛酥枣等很受欢迎的特色产品。